止我哋唔开中门与佢踢斗，将救人变成警方唔打唔撞嘅意外收获，可能会呃得到威利佢哋。你有把握令到佢哋唔起疑心？咁我又唔敢讲百分百，但我觉得值得一试咯。咁好啦，呢单嘢交俾你。不过喺行动期间，如果有机会危害到啲少女嘅安全，要 stop。一瑞，咁我即刻上嚟。OK。Alan 点啊？老豆，妈咪佢。妈咪点啊？妈咪问你咧，星期日系咪放假？想同你庆祝生日喎。我生日？我生日唔系下个月嘅咩？医生话妈咪咧病情比较反复啊，记性可能会转差。咁冇所谓啦，只要佢开心，几时庆祝都系一样啫。咁好啦，阵间我同妈咪讲，星期日同你庆祝生日，等佢开心下。走嚟做嘢啦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跟我威你揾食嘅就有赏有罚，嗱，唔好同我客气，唔够皮嘅，一阵间打包两只鲍鱼翻屋企宵夜，呢餐又鲍又翅又红酒，够皮噶啦，威你哥。乜你胃口咁细噶？你点跟我食大茶饭啊？嗱，我哋而家搞起咗色情五街，连未够正嘅靓妹仔都有，你知唔知出边几多夜场老细排队同我合作啊？到月尾我同你开埋大会之后，我哋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大，到时我就食晒呢个淫乐。记得帮我谂多啲好巧，巧好易啫。而家咁多靓模出嚟搵食，卖肉多过卖样嘅，我系揽埋翻嚟，叫佢落场做。到时威你哥你唔做任业大亨都唔得。好巧，嗱，我威你好就香港好，香港好就国家好。啊，威你哥，唔好意思啊，有啲嘢做迟咗。有咩唔好意思啫？你又有仔唔系吞波蛇王就要爆石，有咩做到噶？唔係啊，酒店班靚妹咧好難搞啊！我哋軟硬功都出齊，都唔肯接拍。頭先仲有個靚妹啊，偷偷地打電話，好彩我哋及到啫，如果唔係俾佢一鑊翹起啊！你而家食屎噶！你之前牙斬斬話乜都得，依家搞到一鑊粥。嗱，我話俾你聽啊，你再搞唔掂嘅話，叫埋你老母落場做啊！喂，李哥，其實超哥都好落力噶啦。阿酷啊，你交大啲，一陣揾 K 仔坤同我攞啲貨，懟曬俾班女，搞到你嗨嗨地。看他還玩不玩到嘢，好啊，交俾我。康尼九頭，帶住希臘三百單拖過，一人一個，唔好甩。雪橇有位吊住，三晚上就灣仔食吧。包平啊，嗰條友咧真係去咗灣仔喎，點睇啊？去灣仔就啱啦。如果真係揾嗰班靚妹，我哋就有機會揾到個禁固地點。叫班手足。干炒牛河加底，转头系咯。饮饱食最重叫外卖，调咗生职啊！咁多古灵精怪，即系话我哋跟啱咗啦。前面转弯有落。教头，三万升喺度落咗车，立场保卫。家底，条友喺古惑仔手上攞咗外卖，有人同我古惑仔影咗沙龙，系个咩料？系，讲啊。得边 Sir， 听到啦，条友叫黄坤，花名 K 仔坤，系威力奇毒品拆家，干炒牛河家底。唔通啲外賣收埋咗 K 仔？九頭，我夾實 Bigo， 冇跟啦。沙比，到你送外賣。阿姐，沙比蓋零九頭。三晚喺白蘭酒店埋站，九頭哥靈總部，三晚同人咬緊耳仔，睇嚟大堂裝咗天文台。咁嗰班女一定喺酒店入邊，九頭一定要掛到邊間房。收到，九頭同八哥上去睇下咩環境。
Calling 总部，九楼唔见山板，唔知边间房目标。白兰酒店出名系炮房，好多情侣出入，睇定啲。但系条友唔好斗，好难知道边间房。你留意睇下边间房电话响。目标901号房。喂，喂，今晚上咗你老地方见啊！今晚唔得，我有嘢搞。咩啊？想帮手啊？帮手玩咩？帮我似玩咩？唔想我亲自嚟刮你嘅，半粒钟后自动铺头，系咁啊？咩事咁粗啊，拉冰 Sir？啲僆唔生性，想唔燥都唔得啦。系啦，上次我问过你，威你系咪混咗位未够情嘅女落嚟接客，索唔索到料啊？冇啊。但我收到风，有班女俾人禁锢咗喺湾仔嘅酒店，其中有一个仲偷偷地打电话俾佢同乡姊妹求救。系咩？边间酒店啊？你又真系好似唔知咁。别啦！咁啲女点啊？佢全部毁晒喎！要你撇，你就撇啦！点啊？啲兄弟打电话嚟求救，知道晒啦！我仲见到你同 K 仔坤攞货上酒店盗班女添，装我添。如果我装你，就唔会 call 你嚟，等你喺酒店度俾人拉啦！我保紧你啫。剛才我給機會你跟我坦白，誰知道你在耍我？你是不是想我連你都探回去啊？阿冰 Sir， 你是警察都要服從上司命令啦。喂，你叫我做，難道我不做？他叫你冧有理由去啊？你是我條針來的，為什麼發生這個事不跟我單聲啊？跟你單聲，就是報警救人，到時驚動威你，完美大會取消，那即是前功盡廢。喂，你部署咁耐，唔系谂住净系为救几条女系嘛？警方要点做嘢系我哋嘅事，唔使你操心，亦唔到你自作主张。我都系想你破案，我攞奖金。咁你系老细啦，你话点咪点啦。今次虽然系以手炸弹为名救嗰班女，但系都唔想惊动威你佢哋，所以上头想我哋越早开大会越好，趁佢哋对数嗰阵一获团胜。你想我坤威你落答？呢个系你将功补过嘅机会，唔通你唔想早啲搞掂威利咩？想，仲搞咯。你醒目嘅就同我做得好好睇睇，你再咁出孤话，天王都保你唔住。TVB 精彩节目片段会喺 TVB USA 官方频道每日更新，未订阅嘅你就快啲 subscribe 吧，记得揿埋下边嘅钟仔，就会准时收到频道嘅最新资讯啦。